友，你在哪儿呢？玩车。玩的车是卡丁车，我看他心情不好，出来散心吧。人呢？去看看，你看。哇，你是那个92号，开了一天了，没见过这么玩卡丁车的，哇。在那儿呢，应该就是林路吧。嗯。他果真是来发泄的，你看，开太快了，真的是。哎，朱林路，你小心点好不好？我面子这么大，两个大小姐都来了。你开车开那么快是不要命了吗？心情不好也不用这样吧。嚯，谁说我心情不好了？人生嘛，总要点刺激，要是一点刺激也没有的话，也太无趣了，是不是？你从英国回来之后就不接我电话，是不是 Alpha 的案子让你再等？别聊这事儿了，根本不是这么大的。我再去玩一圈，加倍快。你还开？不许开了。OK， 那我自己玩。哎，我陪你。你也跟着他发疯啊，小暖。他说的没错，人生那么无聊，偶尔来点刺激的吧。嗯，既然你们俩都要发疯，那我跟着一起疯吧。Yeah。心情好点了没？或者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可以让我们俩告诉你。我没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我很开心，好吗？朱林路，我们明明就是好朋友，心情不好也不说。还是小暖比较贴心啊。
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好喽？说错了，但我不会说话，好不好？赶紧看看吧，到底要吃什么？我快饿死了。我现在能吃下一头牛。啊，我真的我也好饿。嗯，见面就是想吃。哎，我也想吃鱼。饭吧，宝宝。你快点啊！喂，喂！太过分了！你们生活安法至少在业界帮你们占领了一席高地，你二叔在背后搞这么多小动作，太可恶了吧！我知道，阿法的案子让你在公司特别难。OK OK， 能不能把苦情去稍微收一收呢？啊？我问你们，我是谁？朱玲露啊。对呀、啊，打不死的朱玲露，分分钟满血复活。OK。我要把你这个满血复活的朱玲露给拍下来，看她和今天下午的样子差多少。来。